微风徐徐的午后，美妙的乐章飘扬在公园里。这是出自麦子馆乐团的精彩三重奏。这个乐团有许多盲人朋友参与其中，经常巡回监狱义演，透过音乐抚慰受刑人的心。其中吹奏着萨克斯风的是团长，也是创办人魏连月，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神学教授。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为圣父所生，是圣父的独生子。每一次画一下威，就会有个人跪在那里，大家都有光环，就是有一位没有光环。魏连月幽默风趣的上课方式以及谦虚和蔼的态度，让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外形温文儒雅的他，其实从小因为父母离异，在缺乏管束下曾经荒唐过日，一度迷失人生的方向。你好，我是李金玉。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呢，他曾经有过一段叛逆荒唐的少年时光，一个麻将高手，后来他竟然能够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呢还成为神学院的老师。哇，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欢迎魏连月老师。你好，金玉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看不出来你以前是麻将高手，是出神入化，可以堪称赌圣级的人。是你为什么会接触到麻将？国小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跟我的同学朋友们，我们就玩所谓的那个时代叫昂阿飘，或者是玩这个打纸牌。那基本上那种游戏其实是一个赌博，就有赌的概念，就赌的概念。虽然那个纸牌那个昂阿飘不能够换钱，也不能够换吃的，但是有赢的感觉，有赢的快感，而且它会上瘾，好像一天不玩，心里面会很空虚。这样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呢玩同学就越赌越大，玩所谓那种叫做丁格罗手，就是所谓的抱钱游戏。那个时候差不多十岁，小学十岁，每天可以输赢可以大概是二三十个铜板这样。哦，真的？你爸妈都不管你的？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大概三岁的时候他们离婚，然后后来那个时代的爸妈都这个很忙碌，工作赚钱，然后我们是跟爸爸住，但是只有我的阿嬷在照顾我们。所以就是阿嬷年纪也大了，也管不了了，年纪也大了，只要我们不要饿死，他基本上其他不管这样。哇，那这段过程我就好像某种程度上好像可以从这种赌博当中知道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技巧来获取这种利益。然后从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奠定了我日后好像打麻将的一个很良好的基础这样。良好的基础。家里几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基本上我两个哥哥是也是这样的过日子差不多。不过他不只是你不乖而已。我大哥二哥很早就特别我大哥他就混帮派，然后我二哥也是整天玩乐这样。那我到国中不久，我的老师就看出我是一个放牛的小孩，所以就没多久就分到这个放牛班。而且在放牛班没有人管你，所以你自由自在的想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国一的时候，我只是到商店里面去偷小东西。国二的时候我就去商店里面，就是去偷他们收银机里面的钱了。国二我那个时候差不多这种十二十三岁。你胆子这么大？对，因为朋友会互相鼓励，我们有一种上进的心，所以偷东西要越偷越大，觉得这样子才有成长。这样刺激吗？好像这个顺手牵羊不一定你需要羊，但是你看到有一头羊你可以牵，你就牵走。比如说有一台脚踏车放在那，我们觉得没有锁，我们就好玩牵走，骑一骑，骑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是见得真正需要它，但是就是有这种顺手牵羊的心态，也是刺激，也是好玩。然后总觉得好像人生好像要做一点事情，
比较有挑战性。但是听说你妈妈是一直靠着拜拜想要来保佑你们三兄弟，对不对？对对，那我家的信仰基本上是传统拜拜，台湾传统拜拜的信仰，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变坏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就常常带我们去庙里面拜拜，求菩萨保佑我们，求神明保护我们。那特别到了高中，我开始变得更荒唐的时候，我妈妈就意识到我不对劲，比如说我们开始抽烟喝酒嚼槟榔，所以她那个时候就很积极的有空就带我去庙里面拜。你都叛逆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会听妈妈的话，跟她上山去庙里拜拜什么的？对，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总觉得我妈妈是被抛弃，所以我们某一种感情上面跟我妈妈其实是比较亲近的。假如我爸爸想要叫我们读书，我们可能就越不想读书，他叫我们要听话，我们就越做坏事这样。但是我妈妈基本上假如他讲什么我们都会听，不一定行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让他觉得不要为我们担心。那我们总觉得妈妈是一个弱者这样，然后他也真的是非常爱我们，那他虽然是讲不出来，也没有办法教导我们什么，但是他的爱我们感觉很深刻。年少时期的魏连月以玩乐为业，成天和朋友喝酒打牌，然而性格执着的他凭着一股拼劲不断致力提升赌技，成为同伴眼中的赌神。他是我们的经济部长，所谓经济部长就是你打撞球通常都有赌博性质嘛，那他会常常会赢钱来让我们大家花用，还有就是也不是说大家花用，就是说我们出去玩啊或者什么活动啊来支付那个费用，还有就是他打麻将打到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年轻人在打嘛，就小孩子在打，打到是他们家有大人回来了跟大人一起打，那他不但跟大人一起打还赢钱。他很喜欢问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情，他就一直钻，所以他比如说他打麻将，他就可以两天三天不睡觉，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找到那个原理为止。然后打撞球，他觉得他打不好，干脆去那里上班，所以他就跑去撞球店去上班，比较快。所以他就跟那些国手啊在旁边看，在旁边学，他就是这样，很担心。可是你无能为力啊，因为劝，几乎看到见面就是劝，就见面就说，可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任何人就是他想做几乎没有用，没有人管得动。魏连月呢，放荡不羁的这样子一直从国中玩，哎，也升到了高中，高中还继续玩，而且高中呢就开始玩麻将了，对不对？是。你高中怎么会开始挑战起麻将？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你一种空虚的出口？麻将真的是一个高阶的赌博，它非常有吸引力，它国粹，对，它真的是。这个外观美丽，对，它声音又非常的清脆悦耳，然后它复杂性很高，变化多端，那这个最重要的它有个特质，就是说它不能够草草了了的就结束。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当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打麻将，而且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太多多余的钱可以打。可是我上了高中就不是这样，我的同学当中就有几个人他会打麻将，而且我们都比较有多余的钱，那这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同学的出现。那么这个同学啊，他的爱心不得了，他开放他的家庭，让我们到他家里面去打麻将。而且他家里没有人管，没有大人啊。对，他家有大人，但是他只有一个奶奶，跟他的奶奶住，可能跟我的情形类似。那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可能，你家可以让人家天天打麻将。但是他们家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房子，是跟旁边有隔开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就每天放学就在他家打麻将，天天赌，几乎天天。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奶奶也不阻止。奶奶，这样听起来就可以知道他自己也是很喜欢打麻将的奶奶。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每天打的时候，
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三缺一。那个奶奶也不是常常我们，她谁叫她就谁到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发现我必须要征召新的这个牌友这样，所以就到我就在学校的时候就跟朋友传这个麻将的福音这样。为什么叫福音？就是我告诉他们人生可以不要过得那么无聊，麻将很好玩，高阶的游戏，而且还可以赢钱这样。所以就吸引就是召集一些人可以加入，而且我那个时候就一对一的栽培他们，帮助他们，直到他们可以这个独自在这个麻将桌上独当一面。那基本上只要我们不受到逼迫，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消毒聚会。你们在那里抽烟吗？当然抽烟喝酒嚼槟榔都有的。哎呦，那一团乱乌烟瘴气的，你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打花牌了对不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会去买那个麻将经麻将专书来研读，昼夜思想这个麻将经上面所说的话这样。那我白天上课的时候就是不是在那里睡觉补充睡眠哈，以便这个晚上这个挑灯夜战哈，那不然就是在那里思想，看着老师就在那里思想到底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牌技这样。那你怎么会被送进赌场的真正的赌场？我说外面的那种。我有位同学他发现我实在打麻将有特别天分，他说他们家楼上有一间赌场，有一间职业赌场，所以他说他可以推荐我让我去跟他们打。那我听到这个信息我是非常兴奋啊，这个我好像某种程度上因为我的这个技术高超，被肯定了以后，对，被肯定，所以我就可以从这个业余的赌桌直接保送到职业的赌场啊，有这种非常喜出望外的这种心情。我进去这个赌场，他那个赌场是一个大哥的家，那他的这个身上刺青啊，那个龙都跑出他那个短袖短裤，那个龙都跑出来，那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这间赌场的老大，他是负责人。然后见到我们，他就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很欢迎我，然后告诉我等一下赌博的他们会赌的这个金额就对了，金额的大小。那我们当然是有备而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有备而来，基本上假如一路输下去，一路很惨的输下去，恐怕是撑不到一个小时。那刚开始的前半小时都还蛮正常的，然后我运气也不差，而且还有赢一些钱这样。那么这个老大在半个小时之后啊，他的行为就有点异常。那么在一般来讲，麻将进行的方式，麻将一般来说是很难作弊，因为它进行的方式是这样，就是一个牌局胡牌之后呢，大家要洗牌，对对，然后洗牌以后大家就要每个人弃牌，那弃牌之后这个庄家才丢了骰子，对，那骰子的点数就决定拿牌的位置，对对，那这个所以是你必须同时假如要做牌，你必须要弃牌，把这些牌弃到你想放的地方，而且同时还要骰到那个位置上面，你才有办法作弊成功。是你拿到，不是别人拿到，对，所以我以为基本上这样是很难作弊的。就这个大哥怎么出老千呢？他有一次呢，我就发现大家这个在胡牌之后呢，大家还在这个算钱啊、抽烟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在弃牌。我就发现他把一些大牌拿走了，拿到他的前面。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而且大家都还在弃牌的时候，他就丢骰子，通常都是要大家弃好丢骰子，这个骰子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他只手遮天把骰子就取走了，然后就跟大家说他值的是五点，那五点呢是就是你可以拿你前面的这些牌搭，所以他就很顺利的把这些大牌拿到他的手里面。那这个整个作弊过程我是看得一清二楚，那我本来想要抓他的，但是我都无法出声啊，因为在这个老大的后面就是不远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床，那他床上面就有一个床头柜，
床头柜上面摆两把武士刀。那假如有精通打麻将的人就知道，刚才所说这种作弊的方式其实是很低阶、很拙劣的。这个老大他假如要用这个方式，他就摆明的是要吃你的。哦，就是摆明着，他真的是要来吃你，你也别吭声了，这是他的赌场的。你假如敢在他的赌场里面抓他说他作弊的话，他一定跟你拼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放弃，不要说想赢，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保命，希望可以平安的走出这个门。第二个就是保住老本，不要让我这些同学失望。所以后来整个情况就是，只要能够维持，不可能想要赢钱。你保住了吗？到最后我是保住了老本。我那天离开有这个经验以后，我就回去这个谆谆的教诲我这些小组的成员们。我就跟他们劝诫，真的是不要涉足赌场，不能去赌场的。十赌九输这个话是真的。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已经有很打得出神入化，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赢钱，不可能。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上帝来帮助我。我不希望我是等到我出去撞断了一条腿，我飙车撞断了一条腿，或者是我好像出去打群架被人家打断了一条手，我才发出这个。我才发出这个警讯。终日打牌作乐，看似逍遥快活，却也带给魏连月无限的空虚与黑暗，漫无目标，走不出来。见我世上尽被寻回，就在当兵时遇到宣教士的关心，让他找到活着的意义，开始上演逆转人生。抽烟要戒掉不容易，他是那种说今天戒明天就戒掉的人，是因为接触了基督教，他就立刻就改，酒也不去喝，跟朋友也不去，所以你说那种转变之大，很难大家想象。那说的坏习惯可以说是一瞬间全部一个一个全部都改掉。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一定要去补习，你让我补习一年，我一定要考完了。他把那个国中的书啊，高中的书一大堆都这样子看回家，然后就是一直练。他真的那时候真的是神让他这样子带领他，就是这样子，他有那种活力。你看他普西回来，他在洗澡的时候就在听英文，洗完澡对不对，反正他自己独立一个房间，他就敲着门就起来，出来也很快了，反正大概没有十分钟了哈，就这样子。我们更少跟他讲话了，他就是一直不是补英文，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可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在念书，他不是在玩。高中毕业之后的连月呢，是不是就不能到赌场混嘛，对不对？也不能老是在自己开的厂子里面去赢同学的钱嘛，你就当兵去了。结果当兵的时候你的生命出现很大的改变啊。那当兵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生病，可能也跟我以前那种生活有关系，我就生病。那生病就在医院里面治疗。那治疗的时候就有教会的这个宣教士和一些教会的基督徒来医院里面传福音这样。这个宣教士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上帝很爱我，他可以帮助我，他可以帮助我走出人生的黑暗，他可以拯救我，他可以使我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些话听在我的耳里，好像句句都讲到我
这种内心的问题，我的生命的问题，我内心的这个黑暗。我刚才讲到，我们虽然每天这样吃喝玩乐，然后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某些人会觉得好像很精彩很刺激这样，但是其实私底下假如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我是感觉非常空虚，非常的茫然，好像有一股幽暗这样笼罩着我。然后我有这种感觉，我就会赶快又去找朋友打麻将飙车，可是每一次打麻将飙车回来那种空虚感是更厉害。所以当这位宣教士告诉我说上帝可以帮助我，他爱我，他帮助我，他愿意帮助我走出黑暗进入到人生的光明，而且他要拯救我，他可以给我力量去改变，让我的生命可以更好。那这些话实在是讲到我的内心深处。那刚开始我其实很抗拒他们，我也跟他们辩论，我从小是拜拜的家庭，我妈妈也带我去拜，而且我也很相信这些神明都有保护着我。差不多三四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需要的信仰，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上帝来帮助我。我不希望我是等到我出去撞断了一条腿，我飙车撞断了一条腿，或者是我好像出去打群架被人家打断了一条手，我才发出这个警讯。某种情况下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回转归向他，然后让他要引导我的生命走到正确的道路，也赐给我力量可以走出来。所以你就透过他们一种很特别的特质吸引，然后慢慢更多的接触，更多的接触。你到什么时候发现说你开始不想抽烟，不想嚼槟榔，就是他实际对你的是生活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奇怪的改变。我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天差不多抽烟大概要抽一包烟，也身边都要有烟酒槟榔的。可是我特别是在那个觉知祷告之后，我旁边有烟，但是某种情况我竟然不会想要去拿那个烟来抽。某种力量，上帝给我某种力量，真的是不会想不想抽。而且有一度我后来人最想抽烟就是那个吃饭之后或者是很孤单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还是很习惯的拿烟出来点，我抽到的味道是难受的，我去吃那个槟榔是难吃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没有去抽烟喝酒嚼槟榔，当然也不想去飙车。朋友找打麻将的时候，我跟朋友说我现在觉得去教会很有趣，你们要不要跟我去？我找这些打麻将的朋友，我说另外有个教会有小组聚会比我这个更好更有意思，我就邀他们来。他们那个时候都听不下去，觉得我疯了。那到后来这个我生命转变大到一个程度，我后来退伍，我想要去念书，我想要去考大学。所以我妈妈觉得太惊讶，以前带我去拜拜拜了十几二十年，没有听过说我想要念书的。这一次是我想要念书，我自己想要念书。考大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你之前的基础这么弱，是根本没有在念。对，国中也没在念，高中也没在念，这六年怎么补啊？你怎么考啊？我就把以前那个打麻将的拼劲拿出来，我说以前打麻将是可以彻夜这样打，精神很好，专注力非常集中，就是拿来念书。那时候一天大概只睡三个小时，最多四个小时。可是到后来念到后来，坐的时候就会打瞌睡，不要说躺在床上，坐的时候也打瞌睡。我就站着念书，站到后来站着也打瞌睡，我就站到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三十几度啊，阳台上面晒，才有办法不睡着，然后专心念书。后来站在阳台晒也精神恍惚的时候，我就上那个最顶楼的阳台去那边走，就让我看不到床，看不到任何这些坐的，然后在那边这个阳台上面走，边晒边念。
你这样念多久？大概念七八个月。七八个月。然后就参加那个时候的联考。嗯。然后后来神真的是很怜悯我，很帮助我，那让我考试的当中也发挥得很好，那就顺利考上我想要的志愿，就是国立台北师范学院。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念师院呢？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些麻将小组，后来我这些飙车，我们这些一起打麻将，这些一起混过的朋友，嗯，其实我们都很聪明的。我那时候就在想，假如我们这些人在我们求学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曾经有一位老师曾经启发我们，告诉我们说，那个生命的目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知识，而是能真的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而念书，为什么而活。嗯嗯嗯嗯。或许我们人生就不用误入歧途，是就不会走上岔路。所以我就很想要当一位老师，我想要特别想要去教辅导班。对，我想要，我想要去，特别是去帮助这些迷失的这些青少年。无论是现在任教的神学院，或是过去的启明学校，惠莲月都不吝给予关怀和陪伴，不厌其烦地鼓励学生找到自我价值，许多人至今仍感念在心。高中那时候会有一些连续假期，三天的啊，四天的。那通常以前都我都会回家，因为我家住花莲嘛，很远。可是老师就他就说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我帮你安排一个地方在台北，你不论是吃的住的，我们都没有花到什么费用。那高中那学生没什么钱，可是他就愿意这样子给我们，给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太超过了，可是会觉得说。就是都会感动在心里面。像我国三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啊，刚变全盲以后，其实老师就是很怎么样，他知道我会难过，然后就会就是会找我一起祷告啊，然后或者是带我去认识上帝这样。他都是很仔细的哦，先把同学的优点一一找出来，这点非常难得。我觉得同学都受到这个先受到鼓励。然后当他也提出他的意见，那通常都我就觉得在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非常的仔细，很用心的找出同学，甚至我们其他人都未经察觉的优点哈。惠莲月对神学研究产生兴趣后，毅然决定到国外深造。七年来，在艰难环境中寒窗苦读，家人看在眼里，常为此感到不舍。经济上他没有去考虑，他只是认为说反正我走，你叫我走这条路我就叫你的走，我相信主你会帮助我。那真的啊，这一路走来就是真的，我们看着真的是哈，如果人也有分享的话，对不对？第一年去他真的过得很省了，他的早餐可以一年持续都不变，就两片吐司，对，然后就喝一点简单东西。他是那种可以让自己很，他觉得他的重点是要把书念好，所以他觉得其他的东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有时候我们看他的内衣啊，都是一个洞一个洞，那啊你可以换，他说没有，这样才能激励他自己，他知道说他现在的责任是什么。后来终于这个迷途羔羊走回了正路了，然后也顺利考上了大学了，然后也真的当了老师了。是是，当老师应该就可以好好发挥啊，去带领那些小羊们，对不对？就找回真的是你说生命的意义吧，学习的价值吧。嗯，为什么想要去念神学院？在那个学校的同时呢，我因为这个信仰改变我很大，所以我晚上也去做一些教会的工作，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去教会带那个青少年团契。那在带这个团契的当中，我就觉得我需要进修，需要装备。哦。那我就去神学院用晚上或礼拜六的时间去进修。是，你怎么会进修到欲罢不能，然后要到国外去念硕士，然后弄到太太都觉得说你，对，啊，又没有钱出国，对不对？那一笔经费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因为接触了我教开始教带学生管乐，然后我教他们音乐，我就接触了一些
这个西方所谓的世界的音乐，这些艺术，这些文化，甚至后来我在学校里面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我发现这些音乐家、艺术家、这个文学家、哲学家，他们在创作他们的作品的时候，都是建立在基督的信仰的基础上面。这让我开了很大的眼目。我以为信仰就不过是讲圣经里面的信息，原来信仰也可以影响整个西方的社会，甚至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文化的发展。那我就觉得基督的信仰是非常宽广、非常伟大，所以我就很吸引我。那在最主要是我当时候我家的经济情况是很不好的，那我们是绝对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国外进修。那所以他刚开始很反对我，他给你开了两个条件，是？对，他觉得假如说我可以，因为要到国外念必须要通过他们的英文的基本的标准，然后第二个是我要证明有足够的钱可以在那边念书这样。后来想不到我差不多准备了半年多，我去考英文的托福的检定，我就考过他们要求的标准。他们那个时候标准是，我申请的学校，我想去的那个学校标准是600分，600分包括哈佛、耶鲁，600分很高哎。Vanderbilt、芝加哥都是以600分作为标准，这样，所以都通过了那些我觉得想要去念，我觉得想要念就想要好好念，这些标准都达到了。然后我申请的时候就几乎1/3的学校都给我奖学金，所以在经济上面也好像也解决了。那个时候我太太就觉得我是玩真的，我是认真的，而且她觉得好像假如我很有兴趣的话，她觉得应该要支持我这样。所以后来因为通过了这些条件的要求，于是到2003年我就把工作辞掉，然后2004年我就出国念书。你去到了美国的范德堡大学。对，范德堡大学念书。刚开始很辛苦哦。第一年的时间有70%上课我是听不懂，都是我下课必须要自己赶工把老师教的补上来。然后这个是学习上面我有很大的辛苦，然后在经济上面其实也很挑战。我说虽然他们学校有给我奖学金，但其实我自己还必须负担生活费的部分。而我在那个时候在学校当老师当7年，我扣掉我的花费还有这些支出，我所7年所存的钱其实只足够我在国外念一年。然后就在快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台湾的我的一些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那他们也包括我的哥哥，他们也赞助我，然后就这样念了第二年，然后又念完第三年，然后就把在美国的那个硕士的课程念毕业这样。所以算是念得很辛苦，而且呢花费也还蛮大的。是，对不对？结果这家伙又想要去念博士，而且这一次你要去念的是世界排名20名的爱丁堡大学。是，怎么会这样子呢？第三年的时候我念到一个专科专业领域叫做教父学。早期基督教这段时期在中世纪之前呢这些在我们信仰上面，在教义上面，在我们神学上面有杰出贡献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主教，这些学者，这些神学，就是他要用的不只是英文了，对不对？爱丁堡他在教父学领域的研究非常有名，可是他们开出来的要求都是你至少要会这个古希腊文跟拉丁文，英文之外还要需要古希腊文、古拉丁文。那我在美国只有学过古希腊文，我就觉得古拉丁文我没有机会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去那边再学这样，所以我就申请，那也提出我的一个研究计划。那想不到英国的这个爱丁堡大学这个教授他觉得我这个学生很特别，然后不单是华人，而且我研究的领域他也觉得很有兴趣，他就收我当他的学生。不过那个要求是我在第一年必须要完成
那个时候爱丁堡大学有个古典学系，他们硕士班学生那个鉴定那个拉丁文的考试，要跟他们一致的一样通过，所以第一年的那段时间念得非常非常的艰苦，非常痛苦的。所以后来你是打破了所有的人的眼睛，对不对？而且尤其是你取得了博士学位，你的论文还被发表。在2009年的时候呢，剑桥大学举办一个教父学的会议，我就去报名参加。那我报名的时候，它上面就写说，假如学者愿意来发表论文的话，他们也非常的欢迎。那我手边经过一两年，我手边其实是有一两个 paper 是写好的，可是我都没有把握。所以我想说，它上面好像也没有写只限定教授或是学生不行，所以我也去投稿看看，试试看。就想不到这一投稿，两个月之后，他们通知我，我录取，可以在剑桥大学的研讨会当中，跟这些世界级的学者去发表我的文章。所以在那个论文发表之后呢，在那一年，欧洲有个出版社就替这个剑桥大学这场研讨会出一本书。那这本书他就选录了18篇的文章，他们觉得是那一年教父学里面最重要的文章，他们选录出来要出书。结果我那篇发表那篇文章被他们选录去出版，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好像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华人就是可以做研究，而且上帝他的恩典够用，他会好像会帮助我走完这段路。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监狱里面的受刑人，那这些受刑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以前走的路，后来就开始很想要去跟受刑人分享我这些生命的故事。从那个我深知道哒哒哒哒哒那句好不好。无论是透过神学院的教职，或是麦子管乐团的音乐，魏连岳透过各样的方式助人，并且乐此不疲，而他这种热忱付出的精神感染了不少身边的人。他会付出行动，比如说像成立麦子乐团，他从不间断，甚至他成立的一个网站去跟大家分享，他也从不间断，他会有那种意志力去做，然后他不会停，他会一直感染身边的人。那可是他不会给你压力，他完全不会给你压力，可是他会一直告诉你这个的好处，让你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从他自己的身体的改变来让你知道说信主的美好是什么。老师会把队伍的名字取这样，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像麦子一样啊，那就是落入土中以后可以长出更多更好的麦子。那老师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这样子出去跟他们讲，老师会传福音，然后我们用音乐，然后带给他们一些感动。那加上说，因为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人也有好几个，其实我们都是视觉障碍者啊。那因为我们本身是身心障碍，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去鼓励一般他们明眼的啊、正常的、啊、好手好脚的，我想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这样子的话，也会让他们有一点点的醒思跟感动啊，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做得出来，那他们一般的人应该可以更做得更好才是啊。从麻将高手到成了学术高手啊，终于实现了他的这个理想哦。不过呢，这个梦，这个学术研究的内容还蛮特别的啦。但是我觉得你讲比较白话一点，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教父们怎么来看梦，是有分类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脑袋里面所有关于那个梦的词汇、梦的概念，
我们解释梦的方式完全都是心理学的东西，也完全受到心理学的影响。所以我们是用心理学那套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梦。那我这个爱做梦的人，我觉得假如上帝让我们人会可以做梦，而且我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而睡觉里面唯一我们意识到的活动就是梦，我觉得这个梦是非常重要。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上帝让我们会有这个梦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定是有某种意义。我就想要去找这个答案，那我在当代里面就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有一天想不到在教父学这个领域他们有来讨论梦，而且那个时候的教父讨论当然没有完全没有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对对对，所以纯粹是从基督教的信仰，从上帝作为一个创造者，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让人有梦，这个角度来解释人的这个梦的现象。举例来说，过去弗洛伊德只是或者心理学只是告诉你说人会有梦，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就是你的愿望的一种表现，所以你白天有什么愿望在梦里面你会把它实现出来。可是我们每个做梦的都知道梦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单纯的，我们总觉得有些梦是非常的特别，比如说有些梦某种程度来讲好像有预言告诉你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这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你不在你的愿望不在你的想法里面。而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人会做所谓的异梦，特别的梦，那是从上帝来的，好像给你的生命指引一个答案，好像告诉你应当要走哪一条路。而这些梦是非常真实的。教父他们就从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把我们的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哇，好奇妙哦。其实如果你在这个领域研究得这么成功，你或许其实在国外也就可以继续的朝学术工作研究下去。但是为什么你又选择回到台湾来教书呢？我觉得我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走错路，然后上帝引导我走回人生的道路。我总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有那种使命要在台湾去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对台湾特别台湾的青少年年轻人，我觉得好像我有很多的话想要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都可以不要误入歧途，可以不用浪费他们的人生。你刚刚提到嘛，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做那个管学院，对，你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想要重新把它组回来。我在大学遇到了会吹乐器的基督徒，那他们教我怎么吹乐器，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些会吹乐器的基督徒，我们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麦子管乐团。那我们就常常到外面去义演，有时候在百货公司，有时候在诚品书店有时候在高中大学里面义演，主要就是想要鼓励年轻人他们重视他们的生命。我就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希望他们看重他们的生命，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那个价值跟活出生命的意义。那后来我到了盲人学校教书以后，那这些很多盲人他们吹乐器吹得非常好，然后他们也很愿意说魏老师我愿意跟你去义演，他们觉得做这个事很好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就带他们也一起去麦子管乐团去外面这些去义演。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监狱里面的受刑人，那这些受刑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以前走的路，只是好像上帝拯救我好像没有走到那一步要到被抓到里面去，虽然我们过了很荒唐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我就后来就开始很想要去跟受刑人分享我这些生命的故事。其实很多年轻人不是没有那个力量，对，他只是要找一个方向去冲。是，你可能以前冲麻将，后来你真的发现了有一个很棒的领域是你要去冲的。那
那个基督教在你身上所发生的那个奇妙的变化，那一刻就是让你觉得烟也不好闻了，酒也不好喝了，一直到你觉得你温柔下来，安静下来，然后你想要改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你得到了，这些年轻人也可以得到吗？这些不论是烟瘾、毒瘾、酒瘾、赌博瘾、网络瘾也好，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基本上它就是控制着你，好像根本上事实上不是我们在玩他们，而是他们在玩弄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其实不是我们在吸毒，其实是毒品在吸食我们的生命。好像不是我们在赌博，而是那个赌博在控制着我们不能不赌。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有问题，可是我们总是走不出去，我们也好像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我作为过来人，我想要说的是，上帝他能够帮助我们，他也很愿意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走出黑暗，走出那个茫然。上帝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可以过得很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有盼望。而且上帝他要给我们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走出来那个现在的困境，他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而且最重要的，他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开道路，让我们经历到那种更丰盛的生命。上帝他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使我们得着那个更丰盛的人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年轻人是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会告诉我说，金玉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活下去，或者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缺什么，爸妈可能感情不好，或是都很忙，甚至还蛮幸福的家庭里面也有孩子会告诉我说，可是我什么都有，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该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我又不喜欢这些科目。我希望你在今天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我希望这个信仰同样也可以给你一个找到自己被创造的特别的价值，一个好好活下去的理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跟一个丰富的生命。谢谢，谢谢你，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因为父母早离，我们这位魏博士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见过世面，在中学的时候他已经都完全了解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丑态他全部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看见靠着努力，靠着神的保守，他仍然走出一条光明坦荡的路。亲爱的朋友，我要请问你，你的心中有平安吗？若是你希望我们这位魏博士所信的这位主，我也信，怎么样耶稣能进到我的心里，进到我的家庭里，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家人的问题，这时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知道电视机前面有一些朋友在看了这一集非常的感动，他们希望魏博士所信的这位主也能成为他们的主。也许他们自己仍然还在矛盾之中，有些抗拒，但是主，求你打开他们的心。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求主帮助，让魏博士所信的这位主，你也可以信，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主宰，带领你跟你的家庭走前面的路。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你，我们的一生中间会经过很多事情，
不是基督徒就一路很平顺，但是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每个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有平安。赏赐平安的主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主，也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也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泉源。我们不仅自己喜乐有平安，我们也可以带给我们周遭的人都有平安与喜乐。亲爱的朋友，一生有限，在有限的一个时间里头，若是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位爱我们的主，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是我们大家应该找到的。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的全家。上帝赐福你。